韩国恋综真的越来越抽象了，着了魔恋爱，第一次独处约会，男嘉宾居然是带着女嘉宾去寺庙里合十跪拜。나데이트장소를而他的理由真是不得了。저희라는것이이제저랑좀사연이좀있거든요이아버지가스님이셔서아버지가스님이셔서근데어해저사실낮자마자결혼하자마자사실은퇴하셔야죠而女秀贤作为家族连团三代的巫婆，不同于其他玩塔罗牌的女嘉宾，她第一天就收获小巫所有男生的心动票，但女生们却是背后吐槽她。나너무기분나빴는데어알아관장에서보니까너무나밤낮사이로진짜엄청말을못걸리니까而被形容像强劲巫女的秀贤，实际上原本是光鲜亮丽的银行职员，却被迫无奈转行。그리고신병이라는게참나는죽겠는데정말분명히없어요얼마나제가참고버티고 악을썼겠어요평범하게생각형눈물날것같아왜난가내뭔전쟁이뭔지하면서이렇게하네所以这样的人生你觉得离谱吗